你现在还有机会常讲英文吗？没有，谁讲？对对对，我就想都忘光了。不是，我就想啊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忘光吗？教一个外国人，没有的，英文进步最快。可是不是应该以前就在学生时候就教过，这样比较快吗？现对啊，现在哪需要好啊？都这么老了。所以你英文是这样进步的？是哦，真的哦，你看吧，他自己讲，他刚讲啊，教一个外国人女友就很快就进步。虽然以前学生的时候就教一个外国人女友，很多人会干的，大家都这样干，对啊，真的英文会变好。你们上一次是黄定居吗？是啊，我也是好朋友而已。现在还有？那他分手，你有安慰他吗？为什么？他分手了。他分手了？不分手了？分了谁分手了？哦，那很久以前的事情，去年的事情而已啊。哦，你说那个赵翔那个？嗯，好，嗯。不知道，没有联络，就没联络。那为什么之前常联络？啊？为什么之前常联络，现在没有联络？没有，就各忙各的啊。他以前也是在民视的、啊。那他那个什么《睡眠日记》啊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嗯，那你现在有韩宇的电话了吗？之前都没有。哎呀，不要先跟他，到时候他以为是。等一下，不会，他现在不会生气啊，他现在个性变了。是吗？哎呦，因为他现在只是不喜欢提升写字。对啊，提到升写字要量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然后升写字也量。我有看你们写过啊。没有，没。最近比较想，就这阵子比较想自己一个人静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静安静蛮久的。对。对。自己静很久。就很开心，所以就继续静静。